想好等下吃什么了吗？那就去吃砂锅粥。累的话就休息一下，等到了餐厅我再叫你。没事吧？没关系，都是很久以前的项目书。是船票。现在很多人去离屿度假吗？非要说意义的话，这是我14年前第一次去离屿。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。有时我会避开管家，甚至避开周岩，随便登上一辆巴士，反正去哪里都无所谓。那一次巴士开了很久，最后停在了光启最南边的港口。阳光很好，不远处有座小岛，孤单地浮在海面上。我买到了当天最后一张船票，什么也没准备，手里只有一本没看完的书。当时还没有游艇，想要去岛上只能坐2个小时的轮渡，但我很享受这些可以随意挥霍的时间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过接手万真以后一直没抽出时间。想一起去看看吗？如果你愿意，当然可以，只是我的行程或许有些无趣。那就下周末。下周末是个好天气。旅程可以慢慢计划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吃晚餐。